本期讲解一个陌陌无人直播新模式，最新防封技术，2024年下半年把握机会，单场综合收入1k以上的一个项目。简单来说，就是在陌陌平台上进行无人直播。最近无人直播放电影、电视剧啊，各大平台非常火热，陌陌博剧也非常火，直接无人直播就能赚取收益。优势就是操作非常简单，传呱唧就可以了。课程包括项目介绍、前期准备、实操过程、编业方式都有详细的讲解，支持下载之后的整套教程，包括项目四天视频课程，大家看四天视频讲解的非常清楚，非常简单的一个项目，看完之后就可以直接上手操作了。项目需要的资料包括 OBS 如何安装啊、驱虫、输液啊，还有这些短剧、短直播伴侣都有讲解，还有这个电影资源下载、短剧资源下载、软件下载全部都提供啊，自己下载就可以了。如果需要本套课程的话，大家同样是打开视频说明区的这个网址，然后搜索标题的关键词，比如说是陌陌无人直播，或者是陌陌无人直播新模式，就可以直接下载本套教程了。